回来喽，回来喽，终于回杭州啦！就是适应不了这温度的落差，明明广东还在过夏天，回到杭州立马就得穿衣。还好夏季的外套直接变成秋冬的内搭，嘿嘿，中式搭配果然一年四季可穿。倒数完可要出去感受一下杭州的秋天，在这之前也得给手机换个毛茸茸的秋装，用扭扭棒做最合适啦。我想做一只灯笼，现在还是一张小熊脸，围着耳朵前后绕一下，最后扒拉下来，托尼熊熊上线，修出隆隆的形状，安上眼睛，一只隆隆就出现了，外壳也要毛茸茸的。嗯，走吧，出门想休息。